十多秒，大家知道我们前面这些是什么东西吗？是房子。房子又没这么矮，这么小。没错，这里是一个基督教的坟场。大家看到吗？上面都是有十字架的，坟墓上面都是有十字架。这是在我走过台湾这么多地方看到的第一个属于基督徒的坟场，而且这个坟场是在太平洋的海岸旁边，海岸上啊。死了以后，如果站在这里，你说多爽啊！死了以后也可以对着大海，对着太平洋，天天看海，天天听浪潮，多舒服多爽！哇，这个真的是风水宝地啊，风水宝地，对着太平洋的一个坟场。谁不想站在这里啊？哈哈，融入大海，死了以后都要亲近大海。这就是我们这里，这里是阿美族朋友的世界，他们都是相信上帝的，他们要么就是基督徒，要么就是天主教徒。我们这里是长滨。台东的长滨乡，这里台东的长滨乡，一个有山有海、背山面海的好地方。我们这里的山刚才经过那边，哇，这个山起码有800公尺，也是比较高的山。大家看到吗？这里是海边的这个山脉。这里这个山脉叫什么？叫做海岸山脉还是什么？我都忘记了。我们再过一段时间遇到朋友再请教一下他们。无论如何，给我的话，我是真的很想很想死后站在这么好的地方。对着太平洋，谁不想天天看海，天天亲近大海？我在想，我们小时候看过那个《鲁滨逊漂流记》啊，真的能够像鲁滨逊那样漂流到一个荒岛上面，在那里生活，死了以后，就像在，尽管在荒岛上面死掉，融入在大海，融入大海，融入海洋，不一定就要有这样的一个坟墓，也是一件死得非常美、非常好的事情。湛蓝的大海，太平洋，湛蓝的天空，在这样的环境，入土为安，我非常的喜欢，非常的向往。但是我们不是这里的人，也许都没有资格在这里入土为安。
只能够羡慕阿美族的朋友，羡慕生前羡慕他们的居住环境，可以背山面海，死后一样还是可以在这样的背山面海的环境继续他们的死后的生命历程。死了不是就一了百了，死了以后我们还有灵魂，我们的灵魂的归宿在哪里？也许已经不在这里，不在地球，但是能够站在这里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